盛小飞，我好渴呀！吃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下去活动一下。你是为了揍我吗？好跑！这是一把好刀，我真不想把它用在你身上。厨房少了一把刀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乞丐是怎么对付偷来的小孩吗？你离我远点儿！抱抱老大。